何冰，你知道七零一是什么吗？我带你去的地方只有结果，没有如果。那你挺适合七零一的，因为这里的人都喜欢你。一点声音都没有，我听不到路。可以带我过去吗？ 无线电就有声音，声音阿兵不用学，他又不识字，摩斯密码就是他学的第一种文字。你也是赌命的吗？我是赌别人的命。张雪宁。 何冰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吗？所以你想说，我和阿冰做朋友是为了想要漂白我的背景？这叫怕连累我啊！大家都是一道的，有什么连累不连累啊？快叫人来，我找到两个台。